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aul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很久都没有拍视频了，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我新造的草缸吧。你们会不会觉得橙木看起来真的很像大象的头呢？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你们觉得像什么吧。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些我造景的过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也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分享。前景我用的是迷你矮珍珠，我相信等它扩散了，把整个前景都覆盖住，效果一定会很棒的。然后前景和中景之间种一些小水蓝，这里把一些迷你绒卡进橙木上的缝隙来作为点缀。水草基本都是绿色了，这里就来几株虎斑睡莲吧。橙木的左右两边也种一些焦草，背景的角落里就种下一些水罗兰的苗吧，一旦茂盛了效果也是很赞的。橙木后面种一排铁皇冠会更有层次感。现在我给水草喷点水保湿，然后静养几天再加水。这边因为过程中把玻璃弄脏了，所以现在擦干净，然后我们就等着看效果吧。大家注意，鱼和虾我都已经过温过水了，这个步骤很重要，大家一定不要忽略了。Many months later。大家觉得这次的景怎么样呢？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。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就请帮我点赞和分享吧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